大家好，我们是接待双 Q， 我是大 Q 周月，我们这次第二次来圆山饭店。对，今天来干嘛呢？今天直接住起来，住起来，直接在里面住一晚了。所以今天主题是来去圆山住一晚，去圆山住一晚，耶！超棒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！台北第一间五星级的饭店。对，我们住士林嘛。所以我们刚刚骑车来，只有十分钟就来了。对，不到五分钟，超快。对，而且在这边那个 view 超好的，还可以看到飞机。对啊，飞机飞过去，这边车很多啊，那边还有河，还不错，好赞哦。因为很少看到大家开圆山大饭店的住宿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来住住看。他听说2017年的时候翻修过，真的、哦？嗯。然后我们今天要住的饭店，等一下再跟大家讲。我就先进去 check in。check in。Go。还拖个行李箱，只是我们只有住一晚而已，超浮夸，很像来住那个两三晚一样。对，我们把东西家当都带过来了。进来 check in 了，对，然后没想到 check in 超级多人，第一次遇到 check in 跟排游乐设施一样，我们排了四排，超多，不知道排多久，因为我们是连假来，所以这个时间超级多人订，好险我们有订到房间，还好有订到，还蛮贴心的，还有送热哦，好酷，只是我刚一喝就烫到舌头，喂，太烫，我来喝喝看，很烫，真的很烫，我已经烫到舌头，是完全热水的，哎、欸，很香哎、欸。是什么茶？柑橘茶，可以。但等一下，你好，我们是用网络订的。好啊，好啊。那两位住嘛，哈。那两位的证件给我一下。好。好，谢谢您哦，谢谢，周末愉快，谢谢。好了 ，check in 完了，终于我们等了一个小时，真的站了一个小时才 check in。哎，走廊好大，走廊好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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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大。我们的饭店，我们在这边，所以我们要过来这边。我们住530，所以表示这里最少有三四间，对啊，超多的。他们一间其实好像感觉不算很大，但是它范围、它的空间很长，所以就感觉可以放很多间。530，可以。哦，哎，酷哎，还蛮酷的。好，来带大家 tour 一下。好了，其实它空间就这样子，我觉得算蛮小的，但是电视算大，因为等一下可以玩 Switch。它这边有办公桌，我今天晚上这边剪片了，就是今天下午这支片我要在这边剪。它插座蛮多的，有两个 USB， 两个国际的电压，一个是 220F 电压，一个110电压，蛮贴心的。然后一个 HDMI， 应该是可以接到电视的，还蛮贴心的，这个蛮方便的。那网路线。他会有送水果，只是还没有送来。这边是一个衣柜 ，Hello， 你看衣柜很大哎，两件浴衣，等一下可以穿给大家看。好，再来是床，我们今天是选到两张单人床的房间，它有一张双人床的跟两张单人床的。然后这边有个插座，电灯，哇，有浴缸，小浴缸，还不错啦，还不错哎，这是洗手台 ，Hello。也有一个放大的，拔豆豆用的，这边也都有一个110伏特的跟220伏特的，我觉得蛮贴心的，很国际化。这个是圆山大饭店自己的沐浴巾、洗发巾、润肤乳，是如意吗？哦，讲得很好听，就是如意。吹风机，哇，这个圆山饭店的
logo 很漂亮哎、欸，一般的 hair dryer， 呵呵呵，达新牌。这毛巾很酷哎、欸，有它的印刷哎、欸。浴缸蛮小，你躺躺看。蛮小的，你看不到。哦，这样子刚好。对啊，算蛮小，但是我觉得有浴缸就很不错哎、欸。再来是马桶，你看它这个是卫生纸，这里面有卫生纸。然后这是免治马桶哎、欸，好酷。哦，淋浴间很酷哎、欸，它是木头的，好新哦。来躺躺看床。它的床很弹。很弹。就算硬的那种。哦，很弹哎、欸。好啦。圆山饭店终于 check in 完了，耶、yeah, ！等一下休息一下，我们就要可以去游泳。游泳好，但今天游泳感觉很多人，可以去看一下，或者是带大家逛一下圆山这边，真的很大。蛮大的。现在要去游泳了，这边还不错哦。这边只要有住这个饭店，就可以免费游泳，还有免费健身房，两个都在圆山联谊会这边。对，但它其实好像有三温暖，但三温暖要加钱，一次400块。而且这边的泳池哦是3公尺深的泳池，超级大的，它是有先150还是170，再往下边3公尺可以游超级深。我现在穿这样有点冷，真的哦，现在晚上变凉了。不行，我们直接这样子穿饭店拖鞋。耶、yeah, 我们到了。到了。好大啊，好大哦。欸，我们家坐那边好了。我要躺这边。好大哦。哦，不错哦。再给我一杯西瓜水。啊，是的。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准备要去游泳了。这边我刚刚说错了，不是三公尺，是水深5公尺。多高哦、不知道哎，5个我，没有啦，3个我左右，真的蛮酷的，泳池很大，而且这边可以休息，稍微遮阳一下，还可以睡午觉。我们要去游泳了，我刚刚本来想说应该不要下水，但是看到这边还是可以下水游一下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很放松。OK，Go、okay,。很冷吧？水很冷。哎、欸，很舒服哎、欸。很冷吗？水？算不算很冷。我在士林住这么久，第一次来圆山这个地方就觉得超酷的。现在有这种联谊会，然后有这样子的泳池，然后就在圆山饭店旁边，很赞呢。而且现在还有夕阳，现在终于已经在游泳了。然后我就在旁边顾一下，因为晚上有点冷。现在要去深水区一下。在那边请各位看一下，真的蛮深的。等一下我要游过去再游回来。来喽，加油！很深嘞、欸！你有感觉到很深吗？很深哦，很深。你现在下去就会溺下去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掉下去有看吗？哦，好帅啊！好累啊、哦！好累吗？好累。好，很喘的感觉。可以回饭店休息。Go。耶，好放松的行程哦。对。最喜欢这种只要在饭店里面就可以完成的东西，赞。
咖啡舒食馆。对啊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蒋宋美龄，蒋夫人、哦、最爱的下午茶餐厅，第一夫人咖啡厅。因为其实圆山饭店里面的那种餐点都蛮贵的，吃什么牛排啊都要1000-2000啊，或自助餐也是要1000多，但这家咖啡厅是很便宜的，那就是一般同平价的那种。你看咖啡150啊，拿铁160，就是算蛮平价的。然后它的饭类啊，饭类也很便宜，饭类你看才280，就是一般外面焗烤饭，外面下午茶的价格不会特别贵，因为我们这是在圆山饭店后面的餐厅麒麟厅。我们本来要去吃全家的，但是后来想说还是吃这边好了。对啊，那我要起司咖喱鸡肉焗烤饭。我也是啊，我穿泳裤。因为我们应该游完泳就直接上来，就直接想说就直接吃了。我觉得在台北这样穿就有点太羞，在唐南岛就还好。在台北就觉得好像怪怪的，憋憋的。你看这样很肉哎，好啦，吃饭喽。吃饭，开动！第一夫人台北人。吃完了。现在直接来隔壁买人家买宵夜，因为其实圆山饭店真的，如果你要下山有点偏僻，就它上山，那它这边就只有全家，所以我觉得买个吃的喝的，晚上的宵夜，耶 ，Go Go！ 我跟周杰伦合到照了，嗨杰伦，你好吗？巩俐、周润发跟周杰伦，我跟你们合到照了。饭店送水果来了，你看苹果好漂亮哦，还有有 QR code 的火龙果。对啊，好酷哦！它这样子一整组，然后还有附一张信。对。噔，这是总经理寄给我们的信。赞。杜元山饭店好爽哦，其实还不错、啊，我觉得还蛮好的。嗯。以一个超级老的饭店。嗯。我们刚好经过他们那个历史墙还是什么墙？对，很厉害。很酷哎。那历史是从1960几年。对，那时候开始。对，元山饭店是。以前日本天皇来朝拜的神社，酷，然后变成对，变成这样子，现在这样，对，蛮酷的。对，那我们今天住的这间房间是没有窗户的，它有一整区都是没有窗户的，然后它的价钱只要3400一个晚上。这种房间原本是以前总理啊什么的大官的随扈在住的地方，然后后来改建成这样子，我觉得还蛮有特色的啦，就是一种时代的感觉。好了，我们要去准备要去泡澡了。嗯，不能看。那我们今天圆山大饭店就这样喽。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开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穿浴衣了，准备要去泡澡了。挤开啊！不行，挤开，不行不行。没有，我一定要卸妆给大家。哎。去看我们的第一集，第二集，我觉得超哥有第二支影片，就有我全数演出，可以。